作利落熟练的制作蛋卷，徐仁豪在妈妈王玉丽投资的食品工厂上班，却没有一点少爷的架子，摆脱了酒瘾的纠缠，现在的他们显得自在又踏实。经商多年的王玉丽曾因为投资失败，加上儿子徐仁豪的酗酒成瘾，有过一段贫穷又郁闷的日子，能够从幽谷中走出来，一切都是恩典。你好，我是金玉。有人说酒是穿肠毒药，其实因为酒很容易取得的关系哦，所以呢，染上酒瘾的人可能比染上毒瘾的人更难戒掉。而天下父母心，面对一个染有酒瘾的儿子，一个妈妈会做出多大的牺牲呢？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要欢迎仁豪跟玉丽姐来到真情部落格。玉丽姐，你其实是个女强人吼，你很早就开始做生意，对不对？对，我在23岁就当老板娘。所以以前是开手工艺行，后来开新娘礼服店，就把生意做得很大。那个做的最大的时候，是自己有一个商场。对，有一个商场，大概有50个柜。50个柜？对，50个。那个专柜，所以你自己去弄了一栋房子，我自己盖了1栋5层楼。哎呀，那很风光嘞！对对，那时候是风光，可是也是觉得就比较疏忽到孩子。仁豪是老大，对不对？仁豪是老大，所以你在那个时候耳濡目染，其实家境还算很好哈。是啊。你有没有耳濡目染学会一些做生意的技巧啊？就是经营管理这样子啊，在那里帮忙，其实就帮忙看店啊，就跟员工一起做这样子。哦，跟员工一起，所以后来呢，仁豪是不是近水楼台，跑去泡妞？这么50多个专柜小姐啊，那其中我就有喜欢上一位专柜小姐。那时候是奉女成婚，是不是？还很年轻哦。对啊。兵都还没有当吧？对啊。几岁啊？19。19，那他几岁？一样。一样啊、哦。是。那当完兵回来，都感情都还是很不错。那个时候。是啊。那小孩子给谁带？小孩子那时候就我前妻他自己带。嗯哼。然后我在饮料公司上班。嗯嗯。当货运司机长。哎，为什么当兵回来为什么没有帮妈妈继续做生意？这么大的商场需要人管啊？那是妈妈的事业，我觉得还是去外面自己。上别人班比较自在，因为在妈妈的看管之下，这样会有压力，是不是？对啊。后来其实为什么到后来一度会让玉丽姐跑去摆地摊呢？那时候赚的是蛮多钱的，每天都有现金很多的收入，那我就一的跟人家跟会啊，那跟人家跟会就也没有想去标会啊，到了最后我要标会的时候，结果那个会头早就跑掉了。那一年就亏了很多钱，因为我自己当初要盖那一栋大楼的时候，花掉1280万，可是尾款还是要付啊，所以我就说那就改变一下嘛，生意暂时员工也是有，就我自己出去创业，就是去卖童装。我就跑到台北去卖啦，四平街啦，阿波罗啦，都有看到我的影踪。哦，我那时候是很累耶，很累，还要跑警察吧？哎，要跑警察，那时候拖的都是150公斤、80公斤，一看到警察，我就跑啊，为了怕被罚款1200块嘛，我就拖着跑。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力量从哪里。你那被倒汇多少钱啊？你摆地摊可以赚回来吗？那时候。算了1000万以上的，那时候钱又很大，那时候的工艺，一个工艺40平才40万，那时候的一平房子是1万而已，那我被人家倒了那么多，每个月都要送人家的天王星一台，那时候的天王星是几十万，那我每个月都要赔一台的赔出去。哦，那你这样子要摆地摊摆多久才能够把他这个经济状况稳定下来啊？说真的，也是
人好的爸爸非常的支持我，他看到我被人家倒了那么多钱，他也跳下来，就两个夫妻一起出去打拼，要把这些钱还完。所以他那时候也鼓励我，我们两个人就一个人排一摊。结果在两年半，我们就可以大概钱都大部分都还完了。那我那个店面，我自己也去贷一些款，所以也是把债务还清楚。好厉害哦！现在卖力工作的徐仁豪是每个月全勤的好员工。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他曾将帮助睡眠的小酌变成嗜酒如命的狂饮，过着烂醉的人生。我觉得他酗酒的问题的严重性倒也蛮高，但是不是最高的。就是以他的情况来说，他是情感这一方面的破口需要修补起来，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在性格上有一些东西需要塑造一下，需要钣金一下。当时说真的呢，我们要劝他也是劝不来，没有办法，只是尽量是不要给他钱，控制他的经济，不然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都注意他房间里面有没有藏酒，这样，这种一种比较消极性的做法。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他每次回来都一定就是喝醉的，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小朋友就很喜欢，就是给他看功课啊，给他看画什么的。我记得就是给他看什么，他都感觉是看不懂吧，就是也敷衍我，让回我。然后，所以从小就在我心中就没有一个爸爸这个人物的感觉。有一天回到家里的时候，就是看到我爸爸坐在沙发上，然后想说他是不是在睡觉，然后我就靠近他说：“哎，我回来了。”这样，然后那时候爸爸就嘴巴张开，然后流口水坐在那边。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可怕。仁豪其实一直都有小酌的习惯了，但是这个酒呢，很奇怪。一旦碰上了有失意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依靠，而且是最可怕的依靠。后来你们在夫妻的感情上出了些问题，对不对？所以小孩就变成你自己带了。那时候其实彼此还年轻，都爱玩。啊，后来就因故，我就小孩子就自己带，然后小朋友就放货车旁边，尿布奶粉就放座椅底下。然后我边开车就边带小孩子，老板娘人还不错，她说：“那我帮你带小孩子好了，你这样送货会分心吗？”我说：“是还好呢。”那前妻呢？啊，妈妈、爸爸怎么没有出来帮你顾一下？那时候他们一个在大陆，一个在香港，啊，我前妻就没有回来。你那个时候开始喝得很凶了吗？下班了以后就要照顾小孩子，然后帮他洗澡。喂奶，然后兼差就找老婆，兼差是找老婆打电话，哦，真的，哦，那时候因为就蛮适应的当中，就不知不觉酒就有在喝酒，我自己也不知道说我喝得这么严重，直到我那个阳台啊，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出来住了，那阳台的整个阳台全部都是酒瓶，我才发觉说。我是不是喝得很多了？妈妈在大陆做生意嘛，所以后来月丽姐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说事态有点严重，对不对？那时候我才知道说事情严重了，怎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后来我就把小孩子看他这样子不行，我就把小孩子接过来住。那时候啊，仁豪的前妻就说他要离婚。那时候我也不敢讲什么，因为就是务必是我自己的孩子不对嘛。那人家要离婚，我也无可奈何啊。他就哭哭啼啼的说，他要把小孩子交给我。那时候小孩子大概3岁。那时候你几岁？那时候我才40几岁。哦，我那时候才42岁就当妈妈了。啊，是孙女带回来带了啦。可是仁豪那个时候的酗酒状况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搬在外面，我去的时候都已经最不省人事。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回答我正确的问题。一喝就是睡，
把门关起来就倒在里面，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就求神拜佛的说快点人好，能不能把这个酒快点解决。他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没有赚钱吗？没有啊，哪里有钱买酒喝？因为我要出去办事，当然会留一些吃饭的钱给他，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他把钱拿去都是喝酒，根本就没有吃饭。那时候开始严重的时候是皮包骨的，搞到最后我自己的忧郁症、躁郁症都哭、他那时候我很紧张，每次听到我家里的电话响的时候，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警察局、一个是路边好心的人，一个是急诊室打来说你家有一个小孩啊怎么样啊，在某某地方。我就开始惶恐，惶恐到了医院也是没有办法，看他醉醺醺的，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怎么会酗酒酗成这样子啊仁豪？因为酒真的成瘾很快，你等于说耐受性也很强，你要达到那个效果的话就持续不断的一直喝，就一直喝才能达到像以前一样的那种感觉。你一天要喝多少？一天哦，最高纪录曾经喝到一天三瓶金门高粱，就是超商的酒架子拿起来，小瓶的金门高粱打开，然后就一边走一边喝，喝到柜台买单。买单顺便退瓶，这样。对啊，身上不能留痕迹啊。你宁愿变成游民也不戒酒？其实那时候想戒很困难的，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戒了，而且进出医院那么多次，自己也累了，看到后来，甚至医生都明讲说你这辈子酒戒不掉了。那时候心里在想说，与其就戒不掉，那干脆死了算了，那干脆醉死好了。那时候就放纵的就一直喝下去了。那为什么搞到会进出警察局的呢？第一个就是你入岛嘛，人到那边自然人家就叫警察，就送到派出所去了。或者叫救护车啊。就住院住了好多次啊。你是看什么科？精神科。你那时候有没有忧郁症啊？后来诊断出来是极重度的忧郁症。其实有个量表是1到15级，医生说我已经破表了。其实忧郁症跟酗酒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有人说借酒浇愁，其实那个愁的话就是那个忧郁症的存在。然后你记不记得自己到底在喝醉的时候会有哪一些比较疯狂的举动？那时候因为喝到已经跟游民差不多了，而且我妈妈有忧郁症啊，因为我妹妹因为担心妈妈，所以她也有忧郁症。所以那时候我父亲说，我不能为了你而我的老婆小孩都女儿都不要，最后我搬到弟弟那边一个储藏室那边睡。到那边以后，因为那时候喝酒喝到很严重，幻听幻觉都来，眼睛看出去的都是灰色。然后因为弟弟家是7楼，我想下去买酒喝，下面就是便利商店，我居然就是窗户一打开，我就是脚伸出去就要下去买酒。整个距离高度都没有了，我就以为窗户打开过去就是便利商店，幸好是弟妹从后面一把把我拉进来。你会去什么拿刀啊，做一些自己伤害自己的举动吗？那时候喝到因为住院出院到后来，其实那个精神状况已经很不好了，然后有时候也看到自己也觉得自己也没什么用，就有自残的举动，会拿就是，但是就是自残，不会去伤害到别人。就是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痛苦的。我去看精神科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日霜点了5点，在我的脸上，在1、2、3、4，那很多人看到我就是微笑，
我也跟他们微笑。可是一回来我上了洗手间的时候，我才发现看到镜子，我那时候是大声哭了，说我的病很严重。在咖啡厅里打发时间，王玉丽难得拥有午后的悠闲。回想徐仁豪在那几年对家人的伤害，只能寄望从宗教里寻求帮助和慰藉。他也很认真的诵经啊，忏悔啊，干嘛干嘛。可是孩子也没有改变，好像徐大哥有支持他出家。忧郁症的时候，他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接触的最惨的一个家属的感觉。他竭尽了所能，担负了这个家庭所有的需要，然后又碰到了经济的窘迫的情况，孩子呢又在这种酗酒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他也罹患了忧郁症的情。那个时候他为了他，然后呢去找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帮他的孩子好起来，然后到庙里面啊，去找偏方啊什么的，他跪啊，拜啊，叩啊，这样跪到那个膝盖都磨破了，然后都流血了，还长茧了。他没有办法睡觉，然后他常常就是恍神，然后哭，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打理。我知道那个过程当中，而且他讲话又是喉咙又是沙哑的，几乎是使上他全部的力气，那太累了，太辛苦了。我不知道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家要背上的一个孩子，那个忧郁症的情形太痛苦了。好像受了诅咒一样，为什么这个家庭一波接一波的厄运陆陆续续的持续发生？因为除了仁豪好像这个婚姻不好啦，然后身体不好啦，工作丢掉啦，结果搞到最后酗酒变成妈妈也忧郁症，然后妹妹也忧郁症，对不对？你那个时候精神压力非常大哦。因为我不敢去向亲戚朋友讲什么，因为觉得很不民主的，这样哦，孩子变成这个形是我的责任。那当时我自己都觉得说，我那当时如果生理不要这样做，这孩子不一定不变这样啊。所以那时候就责任往自己的身上推。那时候我觉得觉得说我的人生不知道要怎么过，但是那时候也是经济都到最谷底，因为就是已经都不能工作了。我本来是一个生意人嘛，搞到最后我都没有办法做生意。你的声音哑的也是哭出来的、哦、对，我就每天哭。嗯嗯，那时候就自己都又出，那时候我又出事实，就把自己整个人搞得乱七八糟，就是要从精神上的寄托，就说啊，我要啊来出事啊，是不是能救我的孩子啊？啊，是不是这个罪是从这样过来的？所以你自己的行为举止也很脱序哦。很脱序。那时候我去看精神科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日霜点了5点，在我的脸上，这样1、2、3、4。那我就到医院去，那很多人看到我就是微笑，我也跟他们微笑，我说今天怎么这么热情，大家都向我微笑。可是一回来我上了洗手间的时候，我才发现看到镜子，我那时候是大声哭了，说我的病很严重。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是怎么能把这个难关过去，那就是寻找妙师，就在庙里面一直什么经都送，什么佛都送。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很冷，我为了送金刚经都冷到晕倒了。这样有用吗？有没有改善？我都没改善，反正他喝越严重，我经咒送了越多，可是都没改变。那时候经济状况那么差，经济状况也没办法工作，也没办法工作。那家里靠就是靠
靠徐爸爸，徐爸爸一个人赚，一个人赚钱。哇，那怎么撑啊？我们那时候最苦的时候，我是没有让徐爸爸知道，他拿了一个便当回来。嗯，我们的合起，我们两个人要合起来吃那个便当，我就跑到洗手间去哭一哭，不让人老的爸爸知道。可是我说，我假如再继续这样下去，这个家庭可能会完蛋，可能会破碎掉。那我后来我的喉咙都坏掉了，需要开刀，所以那时候我的女儿就从雪梨回来照顾我，她就去工作，后来就有一个她的年轻老板，是一个信主十几年的，一二十年的老基督徒，他说，你是不是要把你哥哥，带到一个从美国回来，王艾米艾米牧师那边去看有没有救？那我就认为说教会，啊，这个教会我是佛教徒，怎么去教会呢？可是我那时候想到说要人好起来，那我说西北嘛都在动作瓦贝伊呀，那就随着我女儿就进了教会，进了那个灯塔教会。其实，在去教会之前，仁豪碰过一个还不错的医师，对不对？是我一个朋友的女朋友，她介绍我说，啊，这有一位医生是专门处理这种酒瘾药瘾的医生，她说叫我去看看。一开始我还不肯，我说啊，就已经医生已经讲这样，说我酒戒不掉，我去还干嘛？他说他坚决要我去，我坚决不去。他说那这样好，你跟我去，我给你一瓶高粱。我说好，那我去。后来遇到这位医生的时候，他是一位基督徒，然后问我说你有没有心要戒？我说有，我想戒，但我戒不了啊。他说那你先住院。那时候住院，因为家里面经济状况已经很差了，我那时候住院之前住院的时候一个月都要17,000-18,000的费用，但是医生跟我讲说你如果有心要戒，我会看你的情况开重大伤病卡给你，然后住院的话就剩伙食费就可以了，然后给我一本小册子，一本戒酒的小册子叫我看，他出国以后回来会问我。那时候在医院其实我也很想了解说我这个酗酒这个酒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加上我喜欢看书，看了那本册子以后回来医生的问题我也都告诉他，于是他就有开给我，那时候就是在那边戒酒的。所以当这个妹妹的同事说介绍你们到一个艾米牧师那里去，是你也同意去了？是啊。去了结果呢？去了以后就一群人就在唱诗歌啊，那气氛不错啊。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哎，心里一股暖流涌上来，觉得哎，很温馨，很温暖。后来牧师问我说：“你要不要在教会这里住？”我说：“好，那我住看看这样子。”玉丽姐那时候带她去教会，你心里还蛮挣扎的嘛，因为你觉得是佛教徒，非常不应该进去，对不对？对，说带到这个教会有用吗？那主日就结束的时候，那个艾米牧师过来跟我谈一下，我说我这个孩子真的是没救了，我打算真的要放弃。他说你要放弃，你假如要放弃的时候给我，这个孩子给我，他收留他住一个礼拜。你就看他的状况是什么？那个艾米牧师说你都不要来看他。那结果我也是很担心啊，把一个醉醺醺的孩子啊就塞给别人，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就拍谁也是要有责任的，那我就跟他爸爸说偷偷的去看他好不好，那我在远远教会的外面就看到哪一个扫把在扫地，我心里很安慰，因为好多年来他从来就是怎么拿扫把，喝酒的醉醺醺连吃饭就没办法吃的，还要拿扫把在扫地，那我就放心的回去。那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就带回来了，
带回来是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也是带回来。在这家园的时候，我发觉每三个月我们都会收获圣灵的果实，或多或少都有。那你自己要真的是把心交给神的时候，跟他彼此相对应，这日子好好过。分享着自己的戒酒经历，徐仁豪经常出现在赶路的宴，以过来人的角度勉励同样受引诱的朋友。想当年这个令人头疼的醉汉，如今的转变更令人又惊又喜。他只要清醒，然后时间到，然后到位，然后我就觉得感恩的不得了，因为我看过那个烂醉如泥，那个整个人瘫在那里的情形，所以他只要正正常常的可以正常的生活起居，然后还可以工作，那就已经不得了了。开始的时候就不想接待的，是冲着徐妈妈，我觉得说好歹如果徐仁豪在那边待半年，徐妈妈好歹可以休息半年。本来我们对他的期待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搞好吧，自己搞好就好了，你好了你家就好了。但是渐渐的我发觉这几年我观察他，他负自己的责任，他也开始负他的家人的责任，渐渐的这一方面是比较让我们觉得出乎意外的改变的空间。因为他在山上没有办法下来啊，那边他们的用的方式我当时也觉得还蛮好奇的，他们用的方式用人性化的，用神的话语来让你从心灵的洗涤开始，我觉得蛮不错的。在信仰里面好像找到了一盏明灯，但是仁豪的反反复复却也造成家里面更多的折磨了，因为好像发现有一点效果，但是你又回头了，那种痛苦的深渊是好像看似有希望，但是又掉到一个失望的一个谷底去。对于月丽姐来讲，你为什么不开始就把它放在那算了？你有继续去教会吗？仁豪的爸爸就有继续去教会，也是带他去教会。我每次用车子带他们，我们剩下一部当公阿车，就是很老旧的车子，就把他们两个人带到教会。我就在外面徘徊，很奇妙的，两个人说要受洗，那我说好啊，要受洗你们去受洗啊。可是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受洗的第三天，说起来是因祸得福，徐爸爸被摩托车撞断了，脚撞断就进去医院，进去医院就是第二天要开刀。所以我就煮了一点东西要去给他吃，那我看他愁眉苦脸的，根本就吃不下饭。我有听他们在那个教会门口，就有听他们都互相祷告了，怎么怎么的。那时候我就急，心里很急，就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徐爸爸就说：“好啊。”那我不知道我嘴巴在念什么，结果眼睛一睁开来。他竟然在流泪呢，在流眼泪。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好一点？他说好多了，我可以吃东西。那时候我觉得说，祷告怎么这么有效？我说从此以后我下定决心要来信主耶稣。可是我的心很平静。那一天以后，真的非常平静。我才知道说，每个礼拜就陪着徐爸爸陪着他们进教会。可是那时候仁豪在讲说要去赶路的宴，那时候我们就带他去。听到说你可以去赶路的宴，你自己有准备好吗？上去的感觉是什么？第一天的晚上到赶路的宴的时候，我癫痫就又发作了。后来牧师从家里面又赶到山上来帮我祷告。那一次是我十几年来唯一一次不用靠安眠药镇静剂睡得最安稳的那一个晚上，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好遥远，没有那睡得如此安稳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礼拜就被赶下山了，又以为自己又好了。
然后厨房米酒就偷喝半瓶。嗯，那是第一次上山，后来一个礼拜就又下来。那时候他从感恩院被赶下来之后，在家里面的状况是什么？在家里的状况就是说，我要出来办一个代志，伊就出去了，出去，又搁醉醺醺的回来，又搁啉。我系讲你信上帝啊，你搁在啉，安尼是要安那？吼，伊就讲，我也无安怎，拢讲伊无安怎。一进房间就一倒就睡了，这样起起伏伏又是一段时间。仁豪第二次上去，结果下来以后又还是继续喝。你第三次上去有决定要认真吗？上个月以后，那一天是小年夜，那时候我觉得啊，这是上个月戒得不错哦。心里又蠢蠢欲动，我已经打包好了啊。然后父亲开车看我大包小包，知道大事不妙。然后回到家里面以后，就打电话，就先去淡水马偕医院去拿药。然后方医师看到我说，看到我以后说，气色都不错，来拿药。然后我说，那我要下山回去了。他说，这样不大好吧，你还是回山上住一阵子。后来回到家以后，拿起电话跟带我上山的一位陈道拜年，他笑了笑，跟我讲一句话说：“真好，我觉得你还不够，你还是回去山上住一阵子吧。”后来傍晚五点多的时候，去那个聚会所去拜年，拜一个女传道。我说：“过年后我就回来了，就可以来这边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聚会啊。”那时候女传道的脸，笑了，那个笑容就有点僵了，就跟我讲一句：“仁豪，我觉得你还不够，我觉得你还是回山上一阵子吧。”那他讲完以后，我整个头皮都发麻。三个不认识的人，一个医生，一个男传道，一个女传道，他们又没电话，不可能同样讲一句话的。因为在第一次的时候，我有感受到那个神的存在，这个其实讲三次了，你还不听，那你后果自己负责了。后来过完年之后，你又自己跑回去了，对，你就乖乖的回去了。回去了，你知道上帝要叫你回去，说还不够，没有不够，对不对？真的还不够。所以戒酒真的是一个很长期抗战的事情，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就好了，对不对？也不是你自己认定的，你觉得上帝说了，你就要听了，是，对不对？所以你上去的时候，又有不一样的经历了吗？其实在山上很奇妙的，三个月每三个月都会一次的改变，一个大妖精的感觉。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有那种在成长。时间就过得很快。那时候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我们也到士林看守所去服侍，去那边帮忙，也有去那个一些企业或一些学校讲一些见证。其实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时候酒当然是不用说了，最后就是快一年的时候，大家跟我同梯的这些弟兄，有的要去念神学院，有的要留在感恩院帮忙。那时候我真的想下山，但是只有一个人同意而已，那就是我的医生。然后真好，你这一年我看你都有在进步，你也是应该要回归到社会。但是你下山的时候有一个但书，你要来我的酒瘾团体这边，每个礼拜都要来报道，你来了这边当志工。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在这个家园里面，有酗酒的弟兄那么多，有这么多弟兄能帮忙他，但是在方医师那个团体里面，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子帮助这些同学。后来那一天星期天，我就跟牧师谈，我说：“牧师，上帝告诉话语给我的，我要去方医师那边服务，因为我酗酒过，我有我的经验，我对那些同学更有说服力，我把我自己的见证讲给他们听，我想比医生讲效果还更好。”然后讲完以后，我说：“我明天要下山。”然后牧师笑了笑说：“去打包了。”
他房间里面有威士忌的瓶子，我问他说你才几岁而已，你酒怎么喝成那样，然后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我说哎，我是你爸，你怎么不听，你怎么连我话都不听，哦，那你呢，你阿公阿妈的话你也不听，你凭什么管我。一张张出游的照片，徐仁豪总像个大哥，和女儿有着亲密的互动。重生的经历很好，你从酒精中重生，从很多很多生命的苦难中重生，这是神的祝福。过去泡在酒精里的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可以工作，甚至于去医院当那个医生的那个助手，去协助有这样的困难的人。嗯，然后到现在这样很努力的工作，还可以拿全勤奖，我觉得是哇，真的是很感谢神。慢慢他跟父亲的感情也是慢慢有变好，他就变到最后都无所不谈了，哎，但是父女间的关系会慢慢的恢复一切，也不是恢复了，比以前更好就对了。过去就比较像陌生人吧，就觉得有一个喝醉叔叔住在那边，那样就是之前就是完全不能相处，可是现在我们就可以像朋友一样啊，我们还会一起去唱歌啊什么的，然后爸爸还会说哎什么女儿我们去喝一杯，然后去吃个快炒这样，然后还蛮喜欢现在这样跟爸爸的相处模式。而王玉丽也成功走出阴霾，并在财务上蒙受祝福，继续在商场中打拼。苦头吃尽了，也应该要苦尽甘来了吧。所以对于这个玉丽姐来说，看到一个健康的孩子回来，回到工作岗位上，还可以帮助别人，应该很开心哦。当他最后一次住在赶路的院那么久的时候，一回来，以前是瘦巴巴、皮包骨的，最后一次回来，我感觉他虎背熊腰，整个人就很壮壮的。那我心里就那时候是很平安，那我就祷告祈求，我就心里那时候是很踏实，很踏实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啊，我这个孩子本来以前本性也是很好很善良的孩子，那个我现在有信心，信就得着，我就一直靠着祷告祈求，这个孩子就一直改变到目前，我好喜乐，就是说我的孩子被神救回来了。其实对仁豪来说也是另外一个奇迹，奇迹就是妈妈这么喜乐，然后面对生命的态度很改变，然后不再忧愁，心病治好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你酒戒了，然后身体也越来越好之外，其实你那个原本的那个逻辑思考记忆能力，对医生来说能够恢复是很少见的，对不对？他只讲了两个字，神迹。因为脑部是没有办法，医学上已经判定没有办法恢复的，然后你我的平常人的大脑的断层扫描上是椭圆形的，我的是波浪型的，因为酒精让脑部受到酒精长期的侵蚀，就产生就波浪那种状况。那时候喝酒酗酒到最严重的时候，我看到陌生人我就脸红心跳，然后血压上升，然后我讲不出话，会口疾，没有办法像现在在跟主人这样谈侃而谈，就好像一个重生的我这样子。真的很感谢医生，也感谢牧师，但最感谢的还是我们这个上帝。记忆力恢复了，但是记忆中缺乏的现在也要把它补回来啊，就是小孩子嘛，那时候家里面经济状况不好，然后前妻就说那小孩子他带去日本了，他已经改嫁去日本了，前妻的个性跟女儿的个性都很硬，然后前妻是认为说我是我妈妈，我是妈妈，你是女儿，你就是要听我的，闹得很不愉快。后来我妹妹把女儿带回来，可是她记忆中的爸爸童年也都是醉醺醺的，对，那她现在又正是叛逆期，对不对？那你们之间有
有过冲突吗？有一次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发觉我女儿什么有一只怎么有她房间里面有威士忌的瓶子，我问她说你才几岁而已，你酒怎么喝成那样，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我说哎，我是你爸，你怎么不听，你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哦，那你呢，你阿公阿妈的话你也不听，你凭什么管我？讲的也蛮有道理的。确实是有道理。啊，我心里说，我就那时候跟他讲，好，我就借给你看。那时候就是第三次，我就是去山上，就是去戒酒，决定戒酒。其实也是女儿的一个动力啦。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自从我下山以后，就是修复的，真的，其实对待儿女就是跟对待朋友一样。我有我的底线，啊，你不要踩到我的底线，大家都好讲好谈话。因为说实在，我也不像一个爸爸，真的比较像他大哥吧。这个得救里面还包括了财务上的祝福，因为你们曾经风光过，但是后来就是一路上都非常的困难，尤其在你酗酒最严重，然后月丽姐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候，现在得到了非常大的祝福。以前都不敢去找人家嘛，啊，后来就找到。啊，我一个干儿子，啊，他刚好说啊，他有开一家店，那我那时候也提起勇气说，哎，儿子啊，你要开第二家店的时候，就让我这个干妈也来投资，那我们就开始经营这个面包店的生意，啊，就一步一步的走，没想到一大的弯转，上帝是真的，我就觉得说，上帝给我的恩典满满，我就是白白得来的。而且你们还把就是每一天因为不卖隔夜的面包拿去做很多的公益，就自从我投资以后啊，我们碰到傍晚下雨天的时候，我们是不卖隔天的面包，他就说啊，干嘛这些面包你我知道你平时都在做爱心，看拿去送给有需要的人，那我就从那天开始就有剩下面包的话，我就开始分给有需要的人，孤儿院啊，还是那个老人又还是酗酒啊，酗酒这种团体啦，啊，生活过不去的人，我们就把这些面包分送去到他们的手里。其实在仁豪还在酗酒的时候，就有牧师告诉过你，你的未来神祝福，是那个时候听起来好像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如今想来坐在这个沙发上面，我想两位应该还是最后有些话要跟观众朋友讲。认识耶稣哦，是我们全家哦的祝福啦。所以说我有一个那个佛教徒转到来信耶稣，这个是很奇迹的事情。可是假如没有神的作为，我们现在还是茫茫渺渺。真的信耶稣以后，什么事情都是在你冥冥之中你想不到的事，就是说很奇迹的出现，你要有信心，靠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的心，把你一切都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酗酒的人一定很多，有的人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走出来。其实酗酒不是酒瘾，不是戒不掉，而是你有没有那个信心去戒。除了身体上的酒瘾以外，其实真的酗酒严重七八年的人，您真的是在精神上要有一个信仰，要有一个支柱。今天有我这个全新的一个自己，并不是我厉害或是我多行，而是他的大能完完全全的医治了我，才有今天的我。我相信只要你肯愿意把自己放下来顺服他，相信顺服就会蒙福，不仅是你自己本人，而且你的家庭你的家属也都会因此的改变而翻转。你的未来神祝福这句话好动人哦，如果这是一句承诺的话，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开心得不得了了，因为有神promise 你，去承诺你要祝福你的未来。但是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通常是源自于神对人的爱，在一个困境当中愿意为你开一扇窗，但是
仁豪也说了，如果上帝他给你了这个机会，你不去回应那个爱，他也不会勉强你啊，只是那个后果你要自己负责。但是当你真正回应了这份爱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连串源源不绝的祝福真的降在这个几乎要家破人亡的家庭里面。而如今真的是印证了牧师对仁豪说的那句话，你的每一步路都是神在带领，你的未来神祝福。谢谢。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徐仁豪弟兄，他的这个案例真的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里头有两点很重要的，就是虽然他自己有过一段这个酗酒的这个经过，但是他的父母永远不放弃，仍然是那样的紧紧地抓住他，因为父母爱他。还有就是在台湾有福音机构，专门是为酗酒吸毒这些晨曦会、众爱之家很多的地方在做这个，靠着上帝的爱可以帮助许多在黑暗中的人，让他们脱离苦海。我们看了这段心里非常感动，我觉得爸爸妈妈，你像我们的王玉丽姊妹，他们用心的、紧迫的在做，赶路的雁帮助他，哎，让他能够在这个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候，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来帮助他们，真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你有这方面的需要吗？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借着徐仁豪弟兄他自己的见证，我们也看见了王玉丽姊妹她以母亲的身份如何的去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背后这个福音的机构像甘露的雁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协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成功，完全的这个戒酒成功。主啊，我们真的求主你帮助在电视机前面那些需要的家庭，求主你坚固他们，让他们的亲人仍然不放弃他们，让自己有问题的去找福音的机构，如何的去把自己的那些黑暗中的事情交出来，让这他们来帮助的时候才能够重见光明。谢谢，我们恭敬地为这些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记住了，有问题就赶快解决，因为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们的家，永远不放弃，他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加油。